推出新专辑，新曲三人行，罗志祥、谷谷跨刀演出，而此曲更是由谷谷一手包办，但却爆出旋律超像韩团 B to B 的 movie。 似乎有点像，还有网友把两首歌曲人声版放在一起比较。就是新歌还在写，然后还有之前有写过的歌，然后还有其实还有朋友也在准备我的。 很快就做好歌，凯乐也说觉得超好听。出席活动时，姑姑回应自己创作时没听过 B to B 的 movie， 这个东西还我觉得还蛮主观，但是因为我是创作人，然后我去影响到了，其实我觉得最拍谁还是那个凯乐跟主任。 凯乐和谷谷的脸书涌入许多网友求解释，谷谷所属的相信音乐至截稿为止还没有做出回应，这场抄袭风波可能还会继续延烧。记者黄嘉伟、张彦成台北采访报道。